好吃啊，炸鸡好吃啊，炸鸡好吃，好像包肉。搁那 B 八 L 好吃点。我爱八八肉。刚刚搁那 B 八好吃。欢迎乘搭东龙巴士公司8914。本班车将由沙田马场开往九龙城码头，中途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车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Dear passengers, on behalf of Kailu Motorbus Company,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board.其實我都自己都諗過一樣好神奇嘅嘢，就係將 N30 轉全日咯，全晚 ，sorry。各位乘客，歡迎乘坐九龍巴士公司891线，本班車將由沙田馬場開往九龍城碼頭。中途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下车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下一站是天马苑。The next stop is 天马 Court。下一站是天马苑。请乘客请走。离开母校，我右边就是母校。價都唔可以都好準，因為有啲可能114，有啲可能111，有啲係115嘅應該。準確時間真係冇人得知，自己知。機陣。802、803有曬。第二機陣。801冇出。唐氏機陣。都唔關我哋事。我哋係影算啊！我哋係影。我仲點解魚巴啊嘛？我都是魚巴。水泉路。水泉路下面啊。咩啊？耳曬耳見，呢度係。我哋去過呢度拍。揸住電梯。升降機嚟噶，電梯。我哋文化差異，唔好意思。電梯就台灣嗰啲人常用嘅。開始多車。大把算啦。同埋呢度得兩條線，成 spec 咗噶啦，實在。前少少做三條。74X E904，其實 OK 啊。琴日就話28R。正常啦、啊。嚇、啊，咁咩玩意787 ？UL427，自己上網，上啲咩嘢都講。正常，係正常。荃灣或者屯門嘅基地，係好正常。
係爭咗33R會唔會做啫？咩啊？係爭咗33R會唔會做？做咩啊？金 man 嗰啲咯。我啊，冇可能啊！同埋有人話喎，即係 M6FX、M6EX 咧會做長線多咯，做長線多佢哋。即係啲去九龍、屯門去九龍、大新都去九龍啊、去港島啊嗰啲咯。咁郊外線係咪真係除外啫？咩啊？但係郊外線係咪真係除外咧？郊外線就不得而知啦。主要做九六 R 係有人做過嘅。唔係啊，我話 M 六 FX 嗰啲啊，我話 M 六 EX、M 六 FX 嗰啲啊，即係長 band 啊。長 band 嗰啲周期啊，郊外嗰啲。多數都係行長線嘅，個堆啊行長線多嘅。郊外實行唔到。12米8嗰啲行實行唔到，當然唔得啦。你12米係最盡噶啦。喂，呢條八百，俾個八百食下台。頂你啦，俾個八百食下台。佢打咗呢兩盞燈，多謝燈嘅啫。呢、這個交通知識要知。駕駛啊！駕駛 出台車。Nothing special， 駕駛。Nothing special， 出台車例牌。就嚟㗎啦！就嚟變二通行。係啊。所以應該唔使有塞車㗎啦，咁樣。咁二通行但唔使有塞車㗎但收費亭就唔會變。但收費亭嗰啲就唔會變。準備拆咯，係咪先？就唔係話準備拆咯。咩事啊？啊？哦，啊你咩啊？嗱，講到呢星期二咧，十封閉，即係呢一度。5月28日上午5:00已通行喺思瑞實施，即係剩翻7日時間。即係未有，即係最後噶啦，八九一係最後啊！我記得已經二通行咧，即係例如即做翻好似去加拿大，成有條城市公路係私人嘅，不過係一入公路裏面，係用嗰啲嚟到計影車牌收費，然之後咁就靠個 transponder 咁用，即係好似 auto toll 咁樣，知道即係都自己免費。什麼啊？是不是醫生那個啊？思瑞似乎，這個思瑞準備三線，現在是三線通隧道，現在這個會變成一些東西，這個照常，這個不是，這個不行的，你在邊上跟住你最右手邊係緊急通道，但我最擔心嘅就係同埋仲有一邊嘅，就去九龍東嘅方向就係兩線，一線變兩線。等先，喂，我依家上咗891，九龍城碼頭咯。是啊，我看看回來夠不夠時間先，我就坐 24X 回來。不是啊，我看看怎麼先，我再坐，我到那裡再坐決定。我跟他一起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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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拜拜。等先，我陣間打俾你好唔好？拜拜。係。點啊又？屋企人打咗，話我。係啊。
屋企人打俾我睇下，睇先。我大概八點邊翻返屋企先，我搭 BCS 走啦。我今晚要翻埋去長青村喎。長青村，咁你要過對面喎。要，唔係呢個站落啊？啊？係咪呢個站落？你話邊度？你啊？咩啊？天馬苑啊？係啊，天馬苑咩啊？你係咪天馬苑落去啊？我九龍城碼頭。咁即係你住二四一差啦，係。係啊，就話住二四一差咯。啱啱好啊。你都係？我唔係，我宋皇台嗰度直接翻歸。哦，係。咁樣留個電話號碼俾佢。我話加拿大嚟。加拿大。我加拿大嚟考試。一家翻嚟玩住，新巴。我三零嗰日咩有排搞？我最後嗰日嚟唔到。最後嗰日去邊？我母校同埋去西貢嗰度出 camp。到時即係新巴嘅時候，你唔會見到我嘅。我哋去咗邊？我去西貢。哦，去咗露營啊！七月一號晏晝先翻咯，最起碼。哦 ，understand。啊，你有冇 Facebook？ 嗯？你有冇 Facebook？ Facebook 係啊，我有啊。我你得 Facebook 㗎？我有啊 ，Instagram 都有。唉，建議你 follow IG。我知。因為 Facebook 其實好似俾人騎緊。你個名叫乜嘢？我是工人。我名叫哦，得我 follow 佢。我係廿三。其實琴日去狗廠咧，真係黐線。狗廠嗰啲同事啊，唔係啊，露天嘅完全係。哦 ，understand。係俾唔得啊！等先，唔得，等先。我嘅陣間你陣間你去陣間係咪一齊食？等先，我睇下撳個時間翻屋企先。翻屋企，你點先至翻到屋企？我搭二四一叉翻屋企。二四一叉未講成。我等先，我睇下幾點到先翻。定係不如我翻屋企唔好食。好疏，你睇下時間咯，我冇。我不如翻屋企食。好得啊，都 OK 得啦。如果你講時間，咪我講時間。啊，聽日我聽日聽日翻工。我聽日早啲翻。係係。咁不如禮拜五一齊約出嚟去大嶼山。可以。OK。同埋嗰度SIM卡嗰度個問題。同埋SIM卡嗰度個問題就 OK 啦，同埋嗰個我邊度住咯？你住我再同我商量先，因為 OK， 我會同我媽話你可以早入宿舍。係 OK 得。係我得。直接翻屋企。其實我哋天光都係想。唔係，我翻屋企食，不過我想，我因為我諗住係拍埋寫 X 先翻屋企嘅。二四一 X， 長青村。係啊。唔係啊，我識點翻嚟？二四九位，小巴或者二四九位。等下先，我上咗二四 X， 我上咗二四 X 嚟講。好啦，拜拜。知，拜拜。The next stop is Moss Park Sports Centre。佢邊過嚟嘅？你識？佢邊過嚟？佢邊？咩啊？模式公園體育館。佢咧？請緊握扶手。有咩食？邊度識噶？請前握扶手。邊度識噶？邊度識噶？有識上呢啲。哦，十七分鐘。十七分鐘。哦。屌，但係我覺得得㗎。得啊。買機不如睇下八九幾點到先。冇呢車㗎喎。冇呢機。啊！其實我預佢起碼半粒鐘。飛車就半粒鐘啦。碌車就八個字。行兩片嚟㗎。係啊。九龍城碼頭，暫時沒有預定班次接咗佢，同埋預咗今日嘅交通比較暢順。
有聲嘅，有聲嘅。其實錄低曬嘅喎。錄低曬啲聲嘅啦，不過冇人理咁解啫。淨係我基本上用錄音嚟出片，用嚟俾直接俾啲人預時間。129，用咗15分鐘。香港人。15分鐘，哇，好快。The next stop is Hong Kong Court。下一站是康桥站。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请紧握扶手。九龙城转车站。新车转车站。你不如直接送我台都算啦，仲送我台公园。即其实送我台公园是无厘头的。我觉得。仲加個轉車站更加無聊咯，佢根本就唔會有優惠嘅，啱唔啱先？尤其是同你轉啲聯營線就更加冇優惠啦，同啲聯營線一齊轉就更加冇優惠。不過唔係個個散場線都冇嘅，個散場線都更加冇啦。有唔係架架車都冇嘅，例如咧，第一站係杏林街。The next stop is Han Lam Street。 啊，做乜嘢啊？嗰啲咩聲？點解夜晚影？下一站是杏林街。點解夜晚影？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請緊握扶手。咩嚟？你不如話香港佛教醫院啦，杏林街。杏林街咩先？杏林街嘅站唔喺度。其實過咗，唔係嗰邊。嗰度嚟嘅應該嗰度，杏林街嗰度。就喺樂富村裏面嘅。樂富村。早晨做乜事？樂富村裏面啫。跟住聖嘉學校。好快到嘅啫，應該。之後就跟。85A 的，即是一路成間學校到85A。跟85A，嗰啲75X。75X 是特班。75X 正常。咩啊？正常唔係咩嘅咩？正常係行呢度，特班就係得特班先係跟嘅，特班先係送我，特班先係新蒲崗，特班先新蒲崗。请紧握扶手。有冇觉得九巴转车站制度非常之无聊？请紧握扶手。唉，无聊，有时佢洗脑啊，同埋洗脑咯，同埋佢首歌转车站已经比较熟听，已经听都唔想听 ，dislike 咗。即系新巴就好啲喎，依家系。可能睇咁嘅嘢，咁市场真系 advantage 少少啦。但成巴都。唔見得好好多，當然各有優劣，就係咁解啦。唔係，所以咪話人一定要用中性嘅態度、中肯嘅態度去睇嘢，唔可以偏頗，唔可以有 bias。好多嘢都要立場，冇立場嘅好多都要識有一種立嘅角色。咁樣先至最明智，咩啊？咁樣先至最明智嘅中立啦。即係根本就唔可以受其他嘢所影響。嚇？跟住成家我今次冇人。今日冇人啦，放假。平時差唔多次次都有人放。開心。我日日都食開心。啱啊！知唔知個制服男？唔係放動制服男，嗯，制服男，連家長都唔關你事咧。佢喺今日喺東湧出邊，著住 cosplay 裝，幾核突。今日先執到嘢，好唔 make sense。唔係同埋吳展南，邊知邊個？嗯，演員事。服，服裝舞蹈啫。咩？
到咗我唔係即時。我見咗佢，我見咗佢，佢行開咗。我遲咗嚟嘅，東中係。九倉咯，今次九倉好少少啦。上一次就沙廠一塌糊塗。前衛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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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一七六 out 就屎水嘅全網，一七六 out， 一七六 out 唔出堂牌 ，A 十 out 都係一七八 out 最後，之後咪坐一七八 out 嗰晚，廿蚊周杰倫唱嗰晚，周杰倫嗰個冇嚟，我有去。其實頭嗰六日咧都即係好多靚車牌，之後冇嘅，好多都冇。要知道第一日就好多同事，不過第一日會好多同事咯。我七嘅時候我就覺得幾好多同事咧，我見呢樣嘢我都見唔到有噶。呢度今日港珠澳九零一整定咗個咁嘅牌出嚟，冇人坐嘅最後。算啦，連機連 AirPod staff 都唔知呢條線係乜嘢嚟。九零一都唔關我哋事。連 AirPod Star 聽緊全部都不知道什麼鳩嚟，公搞啦呢啲真係。啲為做而做嘅嘢。而家最緊要係528咯。528咩啊 ？R 528。唔係，係散場啊，特別路線嘅運氣。哦。搏一搏啦，最後一搏啦。跟住六七月嘅真係好多都夜場。哦。六月應該會有啊，六月韓館有啊。自己睇翻啦 ，KMB 1933。自己睇翻啦，應該個個月都會出嚟咯。唉，越嚟越多 MMC 噶啦，85啊、85A 嗰啲，嗰啲收皮啦。假鐵甲嗰啲咧，真係我坐過一次，我坐上我諗2021年，我坐過一次215R。我呢度都係一個215R，但係呢個唔知係針對邊一架車。下邊咯，我唔知啊。資金對邊架？應該企喺度咯，我想講。第一站係九龍城轉車站東皇台分院。唔好啦 ，TIF， 唔好啦。The next stop is Taoyuan City Bus Interchange, 新陽台 Park。但係報音員係無辜嘅。下一站是九龍城轉車站。講明先啦。東皇台公園。報音員係無辜嘅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请紧握扶手。我听日要翻工，然之后今晚系要。听日我就后备，但后日嚟料啊。诶，听日原本唔听日唔系听日翻，但系我就起码六月先有得翻工。做环保大使。我去嗰个，首先。有一個寵物善終服務嗰個嘅 office 嗰度做文職咯，係啊，做文職，係啊，咁呢個要咩要求㗎？俾阿爸捉佢做，我媽喺嗰度做嘅，然之後即係家人關係啫，係啊，同埋佢啲 friend， 同埋佢自己都有啲 friend 喺裏邊做，咁都好啲，你起碼有一個熟嘅關係。啊，送黃台公園，哇，好快，反正加薪定 high spec。我都知道了，算了，應該講不到的 24X 了，不過我都要答的，我先吞一點點東西吃先。下一站是東皇台道。下一站是東皇台道。我都不會下去的，都坐下去。下一站是東皇台道。请紧握扶手。
Please hold the handle. 请紧握扶手。这是水电的奶。一粒鐘，你換大一粒鐘，睇下夠唔夠 data 多先。一個鐘起碼都要。先大底上你都要坐一個鐘頭啦，一個鐘頭70分鐘上車。有冇聽過24X？ 咸豐道。24X 取消咗啦，就變咗24X 啦。係啊。可唔可以訂條41過嚟？我做翻訂。好啊，做翻訂。我剪。咸豐道。我準備點啊？我準備剪。我飛機上面剪。請緊握扶手。唔係，定下不如24X 一齊出，同24X 一齊出。咁即係點啊？啲人整一條啊？系，你想你整晒，唔系，各自有睇下点样先。哦，咁系咯，咁你攞，我再决定啦。好啊，你有冇兴趣剪 L42？ L42 啊，可以啊。我系 cut 啤梨，我系黄油 cut 啤梨。茶。What？ATE 11。唔好意思。ATE 11，喂，六打嚟嘅啫。ATE 喎，大佬。ATE 喎，九運喎。我意思。睇鏡點？黐實咗唔得喎，黐實咗咧，你走會唔記得咗喎。我會，我記得㗎，我記得㗎，唔會嘅。暫時性嘅啫。但係有杯車點好啊？暫時性嘅啫，呢啲。其實做行機你黐實嘅，黐實玩完噶啦。除非用相機咯，除非用相機好難。我試過。其實我都有相機。非常清楚。四分鐘後，一家係咪？四分鐘後唔關事嘅。得啦，等我上碼頭。得啦，佢走咗啦，佢會走咗嘅，趕唔到嘅，唔使講。下一站是香港盲人輔導會。有嘛？其實最緊要盲人輔導會嗰個咧。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Blind。有冇人撳鐘嘅？下一站是香港盲人輔導會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le。請緊握扶手。33分鐘嗰個唔知點班，33分鐘嗰班啦。嗰個雙輪椅嘅收皮啦，影咗啲咩啊？雙輪椅唔錯，雙輪椅食跌咗佢食啦。雙輪椅嗰啲預咗 MMC 嚟嘅，雙輪椅嗰個預咗 MMC 嚟嘅，唔一定 MMC。紅鑽有啲都係紅鑽咯，紅鑽唔係百樂，紅鑽都係有啲係，有啲係咯。有時啊，邊個就？Keep me undisturbed to be charged。 用我的相機錄集啊。這是錄影來的。錄影來的。錄影來的。遲些這裡都要重建的了。是啊。這個是命運的注定來的。錄影嘅呢度啊，呢度話係九龍城碼頭巴士總站。左轉就啟德，右轉就呢度。我坐過 A 廿，左航唔係去一般。我講航空先，條龍搶碼頭。我首航嗰個仲未香港。哦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le。请紧握扶手。长龙啊，赶场。24X 嗰个唔理啦。夜晚啊。我冇嗰个。可能要等九运咯。应该有九运噶。得。未知33分钟系边班都屌，争咗佢。不过一定有九运嘅，不过佢有啲初代 ATNU 咯。CI1都有九运。初代 ATNU 都有。
S 頭。其實 T7277都有41嘅當時。當然有住，一家好罕有啦。但應該都係臨尾先出嘅啦，都係。係有人影到咯，但未知係咪臨尾嗰幾日咯。41尾班車嗰日好，據聞話好似好多人追喎。正常啦、啊。好像36年歷史是吧？是啊，他說要改一下，改到呢、欸、各位，但其實但是一有數據發現的話，一改到六成變三成，他載客量這個才好笑。是啊，因為他扯上來搶得不是，不要亂說，扯上來搶得，你差點我逐口出是何文田，看得沒有他份的，這裡錄的，試過在這裡錄的，不過是蘇和解最後那個，請各位乘客落車，多謝乘搭891線，2X去了，是手平啊，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our group number 891.